为了要支持民进党选选立委刘建国，这次柯P的爸爸妈妈特别坐高铁来到斗六，真侪乡亲第一次看到本人，拢感受到因的亲和力。今天看到柯妈妈来，真欢迎，真欢迎，哎，欢迎。那柯妈妈，你看到柯妈妈来，给恁家支持啊嘞？感谢大家。在立委刘建国的带领下，柯P的爸爸妈妈进入斗六新兴宫来参拜妈祖，并且添油香，祝福大家平安，甲立委顺利连任。顺利当选，高票当选，谢谢，连任，谢，柯妈妈、柯爸爸哈，谢谢。为着要替候选人讨一个好结交，安排柯P的父母料理德光帮，象征势如破竹，国会过半。三、二、一，来地下。柯P的父母也向乡亲来推荐婚礼的好人才。你敢来婚礼到了无？我的印象中哦，敢那唔捌来啦。唔捌来哈。啊，你坐高铁的哦？是。哦，啊我。今仔日来到这呢，有啥物让你感想无？感觉到恁这的婚礼，这的人吼，大家真亲切。人情味。真亲切，真有人情味。所以我相信恁大家吼，会团结一致来支持这老刘伟。希望大家安尼吼，一票都唔通拍算伊哦。我相信郭爸爸甲郭妈妈今仔日会当徛来到这个所在来甲建国收听，为我希望讲我即时会当顺利来连任，会当继续来为台湾的医疗甲社会甲较弱势族群来做一寡代志。柯P的父母对刘建国有真大期待，立委刘建国表示，未来若顺利连任，一定会好好为相关医疗法案以及地方的权益来拍拼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